梦见坟墓是什么意思？晚上做梦，很多人经常会梦见坟墓，而坟墓却是我们最不想见到的，毕竟它代表着恐怖与死亡。那么梦见坟墓预示着什么呢？梦见坟墓表达了梦者内心渴望告别过去，开始重生的情绪，可能暗示某些事情已经结束了，新的阶段即将到来。梦见去扫墓，预示你和亲人朋友的感情会进一步加深，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向亲友寻求帮助和指点。梦见黑夜里走过墓地，预示梦者身体健康下降，近期要注意休息，补充营养。梦见自己的坟墓，表示梦者和过去的生活或是某个方面的自己告别，代表了重生。